is a life that you find in the city. Take what I need to get by. 边做午餐边喝这个特殊奶茶。做好了早餐，面，还有橄榄，松黄瓜，鱼罐头。看到了感觉好好吃的酸奶粒，好久没有自己搞音乐的了，今天再用这个弄一下 demo 什么，因为还是混音师混的比较好，比较 critical， 所以好久没有自己弄，今天就非常简单，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，用的就是自带的插件，准备给自己读一下 demo。没有做铺垫，要做铺垫，铺垫要做铺垫，释怀不能交给时间，释怀不能交给时间。Hello 啊，大家好，买了一堆这个各种颜色的油漆笔，还有这个王爷选的酸奶泡。反向种草的，最近感觉整个都特别艰难，因为深深的体会到了在国内自己做事情到底是有多么的难受，而且真的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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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情要操心，还挺忙的，但是我觉得还挺快乐的。总体来讲肯定是快乐大于悲伤的嘛，但是就是有点累。吃个酸奶块压压惊。夏天快到了，这个面霜又可以考虑用上。上次演出的时候，那个芝芝提提送给我的这么一个两个小可爱的东西，我还在想可以把它放在哪，就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小帆布包上什么的。一个是珍珠奶茶，还有一个是发，非常简洁明了。嗯，谢谢。我一直都没有想好把它粘在一个什么比较有意义的位置，然后给你们看。抽屉里都是各种美瞳，美瞳感的，各种颜色的，买了好多。然后这一袋子都是口红，因为我当时买这个口红板买少了，所以就只能还是那一袋子铺在那一块了。这个拿索斯送的礼物也太可爱了，一个咖啡杯，特别有质感。Classical music。哦，一个小日历，它这个日历是五线谱，太可爱了 ，March 的。
三月，压轴是三月。哦，他一月、二月都没有寄哦。柴可夫斯基。哦，这是个小日历，好可爱啊！我的天。现在出来办事儿。吃烤肉，哇，开了，不开，哇哇。这副幸福面膜，不知道这个厚度对不对。出门了，大概收拾了一下，现在要去看场地。嗯，我应该是将刚好时间到了，还点了水果没有吃，现在好馋。约了工作的小伙伴们一起去，还有曹晨，曹晨现在也来帮帮忙了。那时候。再来一次，免单。我刚刚按到了十秒。哇，这个是吗？不是，它又都是零，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无限接近了。那真不是人。你知道我打牌是一打打打二打打打三打。让我试试。你是不可能的，我跟你说。我中了怎么办？你中吃炸鸡，一杯奶茶。呵呵，一人是来吃麻辣烫，但是今天想尝试一下这个番茄锅，感觉看起来也不错。依然是拿了很多竹笋，这个是他们俩点的，今天特意带他们来吃这个麻辣烫。我今天第一次发现，原来曹晨的手长得这么好看，真的，你伸直了。哎，你手长得真不错，很细很长，对，很白。看看，来看你的小肉手。哇，曹晨手也太好看了，服了。这块反正肯定得放一个。这个是你的位置，大的。反正你旁边有个大箱子，这是你的位置啊？他的位置，对。哦、这是泡沫，我都没懂这个门是哪。今日穿搭，穿了一个这样没穿过的鞋，还没有挑战性，但是显得腿还挺细。然后 Browsiest 的这个帽衫。一直都没有穿过，因为这个颜色有点魔鬼。还有 Joseph 的帽子。入两周有几周？中文康那边，拿过来。谢谢。你拿个纸扫。这个是红色，可以加一点。